怎么都病成这样了呀？原来呀，他是生病了，不过没关系，生病了就得吃药，然后还要吃这些绿色健康的大苹果，最重要的是记得每天锻炼身体哇，你看小五妹妹一下就有力气了。哎呀妈呀，小五妹妹身体刚好一点，你也要注意休息呀。哎呀我去，怎么还去聚会呀？聚会连个口罩也不戴，这下好了吧，这些大病毒通通都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了。你看你又变得虚弱了，你看走路都这么费劲，到终点了，这是唐三哥哥的昊天锤，你这样是根本拿不起来的。小五呀小五，你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唐三哥哥那么辛苦的在武魂殿里面打怪，要是让他知道你变成这个样子，他得多心疼呀。还有小可爱们都那么喜欢你，看到你的视频都会给你鲜花棒棒糖什么的，为了小可爱们的喜欢和支持，所以啊你生病了就得看医生呀，看完医生你就好了，好了之后呢，咱们还得每天吃这些蔬菜水果，还得锻炼身体，不能再吃这些垃圾食品了。哇小五，你看你现在多健康呀，不能晚睡，咱们要早睡，早睡早起身体才棒棒。哇塞，你看他蹦蹦跳跳的，就像只可爱的小兔子哇，你太可爱了吧。病毒咱们也不怕了，一脚就给他踢飞。哇塞，出门可千万得记得戴个大口罩，戴上口罩咱们什么都不怕了，你看有了口罩的保护，这些病毒通通都不怕了，快给我闪开，我们可爱的小五来了。哇塞，你们看小五妹妹瞬间就提起了昊天锤，直接砸了下去。哎呀妈呀，小五妹妹也太厉害了吧，居然砸了一个最高纪录呀。 Nice